《魔警》不仅是一部激烈紧张的警匪片，更带有浓重的悬疑色彩。它不仅带来了经典港片的韵味，更在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人性本身善与恶的哲学议题。《魔警》虽然是警匪枪战为电影主体，但是此片比传统的香港警匪片有了改良，在加入了颇多的悬疑色彩，在视觉效果上引入道具脸谱以及戏剧的唱腔与配乐是堪称一绝。水墨的特写、四幻、四。 真的表达方式更凸显出了人物与故事本身似真似假、亦正亦邪的神秘色彩。咩问题？你老味？你当差？好够唔够？你够我铲？烧死你咗！咩事啊？鬼王，杀晒你哋！ 由吴彦祖、张家辉所主演、林超贤导演的悬疑警匪港片《魔警》将会在4月18日，也就是今日全美同步上映。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请到天下卫视 YouTube 的网站订阅《天下新闻》连接，就有机会获得《魔警》的免费电影票。天下卫视将会在今天以及下周一抽出5位幸运的观众，给您送上免费的《魔警》电影票。还有北美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吴彦祖。 希望大家支持这部《魔戒》，记得4月18号上映。